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上午去买卫生纸的过程。你今天上午呢，我8点半就到了商场去买卫生纸。那么到了现场以后呢，看到的情况是，已经开始排队了。那么我等到9点以后呢，我就进入了商场。这个所有的人都往同一个方向去。就是去买卫生纸，所以呢，我跟着大家呢一路走到了这个卫生纸的这个区域，每个人可以买一包，这个8卷，价格是7.5澳币，这个价格比以前应该也贵一些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呢，你在10点钟以前去的话，应该都能够买到一包卫生纸，至于其他的商品的供应呢，我感觉还都是很充裕的。所以呢，不用担心。